Hello， 毛小孩是国内首创的全新宠物实境节目，在节目当中完全可以感受由陶晶莹、陶子姐领军的 Hello 毛小孩主持群已经来到现场了，欢迎陶子姐，还有郭书瑶、许富凯、黄伟静以及三只可爱的毛小孩一起来到星光会场。 哇，三只毛小孩跟我们的主持群来到现场哦。Hello， 毛小孩是国内首创的全新宠物实境节目，在节目当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主持群的用心跟认真，甚至在节目当中，他们还为此考取证照，让更多人看见。